嗯。哦，为什么？比较凉。对啊。没事，先去换好了。我帮你摄影，好好看哦。它的水是什么蓝，你知道吗？是 Tiffany 的蓝，就是那个蓝绿色吧。可是说蛮干净，不会脏了。跟你说，来这种要带拖鞋，不信？真的吗？真的哦。算蛮干净的吧。你刚刚应该把东西都拖到那边，就不用走那么远。我们两个人来到这边第八天，已经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我们来吃越南餐厅。真的，这是有没有烤？看到这个，闻到这味道，真的快哭住了。真的，还有家乡味啊。你退后一点。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八天。你是士官长。我。以前江湖认识。很漂亮。天气。什么叫冬兵？你是冬兵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大同宝宝啊，他叫冬兵。啊，那他台语的名字。对啊。你是冬兵。我跟你说，这里真的该怎么说，适合来这边休息，但是我要生活在这里，爱不下去，恐怕爱不下去。天气很好，你这边这样子。蛮像的。哎，我看我们去小镇都要租脚踏车，这么冷快走到死。哎，今天有很多店可以逛哎。对啊。真有趣哎。像，这感觉是，感觉是好像那个深一点。骑快一点呐、啊。对啊。你的车怎么那么挺？一点都不趴。哇，好美！你看有人健行，你自己看。我帮你摄影好多、哦，按掉了。我觉得我再给男朋友用相机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手机手有点滑。
我在帮你拍啊。摄影啊。小只的啦。他的腿，你看，我说你们看他的哦，这一台还好，好像人比较少，而且比较小只的，好可怜，很可怜哦，看得很心酸。我知道我现在在摄影，是这样子吗？没了吗？讲点话吧。你这样干嘛？就是后面有在背景啊。其实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外面。对啊，就外面好看，里面不好看。哇，好漂亮！这角度很漂亮。这角度很漂亮。很像迪士尼的那一种场景。它就迪士尼的，听说场景就是仿这边的。因为好看的是在外面啊，我不会想去，这样我们就省下24欧。其实如果他住在前，他可以真的跟我一起来。快点哦！而且里面很大，逛完还要花好几个小时。对啊，又没差，里面没有很大，就一个厅吧。嗯，它像有导览的。那手表跟我一样。真的、哦，一模一样的吗？没有新买的手。你知道什么人在旁边吧？旁边有风景啊！哎呦，我是主角、啊，因为笨蛋啊，那一只也飞奔过来。哦，他们脚踏船啊，他们是脚踏船。欸、那船会不会不用钱呢、啊？其实我们花莲也差不多哎、欸。那你比这边还漂亮啊！比这边还漂亮啊！可以的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你看那鸭好好漂亮，是透了多颜色。你吃那鸭不会怕的？好笑，可是那鸭又肥肥的。哎、欸，可以坐船啊，那里啊。那水真的干净。嗯，去泡一泡吧。水超干净的。哎、欸，你拿出我的拖鞋吧。你背包不要放在那边。
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爱上骑单车。我现在去小镇，我都要骑单车。这有变速吗？